大家好，我是宋，一个生活和奋斗在澳洲的中国大妈。今天来，小伙子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的名字？我的名叫 Joe。 我今天当他的那个教练。私人教练。我今天来体验体验他们这个，我经常来的这个健身房 Good Life Upper Mat Garage， 他们的私教课，看看效果怎么样啊。好，现在我鞋脱了，我跟那个帅小伙教教看看。之前你有热过身了是吧？我没有，我从来没参加过拳击课。就是热过身，刚刚上完了一节课。上了一节那个波迪健。然后之前也没练过拳击是吧？没有练过。Okay. 我练过那个，就是他们那个搏击。Body combat。对。然后的话，站的话，你是左撇子右撇子？我左撇子。左撇子。但是我左手右手都 OK。OK。左撇的话，那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是这样的。对，然后的话，确实是这个手在前面。然后的话，你试一下那个打 jab。对，完了之后，身体重心放后面。哦，这样子。身体重心下巴含住。啊。对，然后的话，两个拳头放在那个下巴庆这边。对。这样子。然后的话，身体放松一点点，肩膀放松。然后的话，手肘也靠近身体旁边。好。对，然后出拳。对。就这样子。快出拳，不要犹豫。这样。一拳一拳出。一拳。为什么老退呀、你往前揍一点，我揍不着你了。你要找好自己的距离，然后试一下右拳。我这个腿要不要换？不要换。不换，不换，不换，右拳。45分钟。哇塞，一直这样打？不是，他会有那个 circle 做力量训练的。然后的话，你可以把拳头退了，休息一下。我们对，我们换一个别的动作吧。换一个别的。这一节私教课多少钱？这一节私教课吗？啊，45分钟的话是60。45分钟60块澳币。对，然后的话一小时的话是70。那如果要是会员，这就是会员价钱是吗？会员价钱这不算会员，就是教练和健身房分开的。哦，我们属于他们的班吗？哦，你是直接付钱给私教？直接付钱给我。你们都有几个级别的那个价钱？几个级别？对，没有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一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半个小时或者最少是45分钟的，对吧？我是最少是45分钟。啊，你是最少45分钟，60。也可以做半个小时。也可以做半个小时，那半个小时花多少钱？40。40，你们都做什么工作？你像那个看客人需求。就是在基本上刚开始的话会有两节，就是那个免费的那个 Kickstart， 然后的话就是在那两节课中了解一下客户的需求，然后如果继续训练的话根据客户的需求，然后你们会给客人就是说给这个客户制定一个计划，饮食计划或者说是训练计划，两种都会有的，对吧？私教的话他没有营养师执照，所以说只能制定那个训练计划，然后的话饮食这边可以给建议。哦，就是建议，但是不是专业性的，因为你们是没有营养师的。对，是对，没有营养师执照，没办法说就是我给你很专业的建议，帮你制定那个饮食计划，但是可以给你饮食建议。也是相当专业的了，因为你们是饮食建议，对，从事的工作。好，我们然后这的话，你先做一下深蹲热个身试一下，之前做过吗？做过，我就天天我虽然是胖，但是我来健身房。然后的话，再正常一点，然后的话。你应该知道我这个深蹲动作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膝盖疼，而且很多网友问这个深蹲的话到底该怎么样蹲，是这样的蹲，这样的蹲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到底是就怎么样来不伤膝盖？保证就是脚尖的话微微分开，然后小腿的位置和地板是垂直的，你像你前面蹲的时候有一点这个样子，这样的话重心就会放到前面。哦，再做一遍，你要把小腿就是想重，相当于哦这样子，重心往后移。对，这样子就是这样子。对，重心放在后脚掌，然后移，这样子蹲下去的话，
重心就会放在后半段，后半段 对, 对，这样的话膝盖就不会受伤。对，然后的话你下去的时候身体不能往前倾，身体不能往前倾，尽量保持挺直，这样挺直，完全挺直，对，重心放在后面后脚掌和臀部这边，对，然后的话慢慢蹲下去，对，慢慢蹲，我蹲不下去，我只能蹲到这儿，那就只能蹲到这儿，就是就蹲到这儿，然后慢慢的话正常来说标准的话就是臀位要比膝位低，蹲过膝位，哇塞，我蹲不下去。然后身体还不能往前倾，因为如果你扛那个杠铃的话，身体往前倾就容易。我一般尽量会往后的。对，就是因为前面我看你的时候，你的膝盖的位。我到现在膝盖还是往前，对吗？现在是 OK， 然后呢，膝盖要顺着脚尖的方向打开。哦。对，然后的话，脚后就是小腿的话垂直于地面前的小半圆，然后把上身提起来，好了，尽量是把重心放在臀部上，然后往后坐下去。坐不下去，就这样站起来，然后挺胸站起来，屁股往前推，对，这样，然后慢慢的膝盖打开，坐，对，坐到你的极限，然后慢慢起来。这就是极限。啊、嗯。我膝盖，我有老年化退化性关节炎，我已经不吃了。啊、嗯。膝盖打开，然后坐，尽量坐直。好，站起来，能坐到你的极限，然后呢，站起来。哇塞，这个要是真的按你这样的说的练起来，其实是很累的。就是，但是习惯了之后就好了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它肌肉有个记性嘛，习惯了之后你会进步。我原来做我是哎，就是这样的做，其实不对的，就是这个膝盖要这样的伸开。就小心一下后面的 dev。哦，没事。对，膝盖要顺着脚尖的方向就是扩出去，否则的话，你如果像内扣的话，这样的话重心就会压在膝盖上，对膝盖不好。哦，然后重心也要放在后的臀部那里。好。OK， 好的话，看来挺强。经过专业的辅导，感觉是不一样。小腿筋啊，是一样的，对，脚掌跟扎在地里的感觉。好。有私教课，有几节？一个月一节，有吗？每三个月有一节。三个月有一堂。嗯。就这。Body Jam， Body Jam， Shaban， 对 Shaban， 然后我还会上一节那个 Body Combat， Yoga， 对 Body Balance， Body Balance， 对，啊，就是一般我是这种，就是如果我要上的话，偶尔的有时候会上那个一节那个拳击叫什么？那个 Body Combat， 对，我有氧搏击操，但是现在要改时间了。然后那你吃这方面有注意吗？我吃很多，所以我就这么肥啊。对，就是这个大概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就是问题了，就是如果真的是想要比较健康，对，只要就是想要塑形完了之后减脂，然后的话确实在一个阶段里面想要就是没准了就能看到效果的话，饮食一定要控制住，特别是对于基础一般的学员来说，对，如果基础比较好的他有肌肉量的话，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基础代谢它会比较高，所以说他的消耗的卡路里会比较多，然后的话这样的话他饮食这块只要稍微注意一点点，不要吃的太垃圾，他可能效果就会非常好。 对，但是如果你基础一般，肌肉量没有那么高的话，嘴巴一定是要管住的，一定要管住的。我们下面还会有什么？前面我们大致练的是下半身嘛，现在我们稍微做一点上半身的。好，就这。把背这样子收住之后，放的时候是把背收紧的，这样放下来。
有些人被直接冲着放下来的话，他那个刺激就不够多。好，咱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帅哥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碰一下脚。好，可以，谢谢帅哥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并点赞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好。